孟老师，你好。哟，饼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向你告别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这个星期五几点的飞机？下午9:30。时间过得真快哦，转眼就一个学期了。是啊，我记得刚来的时候，连一句简单的中国话都说不好。你上课的时候，我特别紧张。可是你看你现在已经能对得如流了。多亏了老师的帮忙，可是我的发音还不太好。继续努力吧。Listen again。孟老师，你好，哟，饼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向你告别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这个星期五几点的飞机？下午9:30。时间过得真快哦，转眼就一个学期了。是啊，我记得刚来的时候。连一句简单的中国话都说不好，你上课的时候我特别紧张。可是你看你现在已经能对得如流了。多亏了老师的帮忙，可是我的发音还不太好。继续努力吧。